科技教育界盛会全国猫咪杯 Scratch 竞赛及创意市集，23、24号两天是在花莲的中正体育馆举行，来自全国22个县市、国中小城市高手齐聚，竞技交流。现场还有创意市集展现的科技教育成果，期盼可以培养孩子从小在科学领域思考和操作的能力。全国猫咪杯 Scratch 竞赛暨创意市集23、24日两天在花莲中正体育馆盛大举办，来自全国20多个县市的国中小城市高手齐聚交流竞技，展现创意。场外也设置创意市集，邀请花莲北中南以及民间科技等单位展现科技教育成果，邀请民众体验。希望两天一夜来到花莲，除了参加的比赛，另外我们还准备了50几个市集，让大家能够了解，第一个，花莲在推动智慧科技以及数位，这个让我们数位正义不要因为城乡的差距而有落差，作为数位平权的部分，让大家能知晓花莲县政府的努力以外，当然我们也把最先进的很多的业界能够带领到我们市集里面，让大家知道科技的发展产业是不断不断的在精进，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努力。在这里真为更希望我们的家长们能跟着孩子一起来学习。 Scratch 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所开发的创意程式工具，专门为8到16岁孩子所设计，又称为猫爪，特色在于用图像方式撰写程式设计游戏。本次竞赛除了往年的动画游戏组，另外新增国小国中硬体组，期盼养成学生动手设计作品，解决生活问题，考验学生将抽象思考转换成具体操作，也呼应新课纲科技领域的素养导向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